啊，你不是要说大家好，我是黑鱼，我不想讲啊，来直接来，直接来，直接投，直接投，直接投啊！各位观众大家好，好了，可以了，可以了，可以了，太多了，不行不行。不行啊，我是黑鱼，那我们现在位于武昌街，嗯，然后这一台是全新门厅第一台百元贩卖机，我今天是要来抽走我的梦想。那是我的工钱吗？今天跟小哈报啊。哎，那我走了。对不起，不要这样，不要这样。好啦，今天我拿我的零用钱，我大概拿了1000块，还好吧？1000块也才你一个月收益的1/10而已啊。你投啊，投1000。不行。那我们先看一下奖品好不好？哦，好啊。他奖品有什么？他说这里有 PS， 然后还有再好就 iPad 嘛，然后可以抽一台电脑。好了，知名动漫公仔，烤面包机不错啦，面包机不错啊。这个好像这个最实在了，这个最实在，跟给你钱没什么两样啊。这个最实在了，这是存钱筒哎。干，那 iPhone 好了啦， iPhone 转手卖也有个3万啦，3万。好，我今天我不挑 PS4， 我们挑 iPhone 就好。其实做这影片也是要为了测试说品质到底好不好。好，我要来试了。第一个，黑熊你喜欢什么数字？七。七，好，就七了。你按4，然后跟我说7，你是不是诓我？你是耍我是不是？好，你是耍完了完了，哎，4不吉利，不吉利。完了。我们会拿到第几个手机壳呢？不是手机壳，真的是比较重的手机壳啦。哎呦，你这算小啊？哎呦，哎呦，哎呦，还不错嘞。好像就普普啦。可是我觉得我可以接受，因为我还蛮缺这个的。屁啦，真的啦。你东西坏到叫人家修，你是有差哦。不是啊，我有时候你会修什么？不是，这不是修，这是你知道你要干嘛？有时候拍桌子，你要撬人家的桌子是不是？你不要这样讲，我才没有去撬别人桌子，拿他们钱包的。你要抽完10张哦。对啊，我要把10张抽完。哦，可是这里面你至少要准备个10000块才够抽吧？你不要这样玩，没有，好像6000块就抽完了。哦，真的、哦。6000块买一台 PS4 便宜啊，怎么不买？万一里面没有什么。好啦，不是手机壳，我觉得我比九妹幸运很多了。没有，他就等一下就给你10组工具组。但不要啦、啊！哎呦，这什么？这什么？它上面写握力器啊！啊，真的假的？就那个握力器耶、欸！哦，这个还行。握力器是不是有超过100？好像有，对不对？成本就不好说了。哦，所以成本就不好说了。可是外面卖应该有超过100，成本都在打个3折。哎、欸，我觉得我把7清空好了。好、哦，来。哎呦，哎、欸，这里面纸的分量还蛮重的啊、哦。这什么？这什么？啊，我知道这什么了。就是那个跑步的时候给你绑在腰的，他那个拉链拉开，里面可以放手机、放零钱啊。真的，真的，真的，真的。对，这还蛮适合。他知道你胖。拜托，都早上8点醒了，让我一台 PS4 吧。妈的！我跟你讲，早上8点醒就一台 PS4， 我每天早上都8点起来，我就当 Sony 经销商了。我操哎！完了完了，这不吉利啊！被你操哎！完了，没有，他知道你等一下中 PS4 了，不敢给你拿。那才不会嘞！假操吧，真操。哦，有啊，吃了吃了。哎、欸，我平常有在扶老奶奶过马路哎、欸，来一张，来一个好的吧。扶老奶奶吗？没有，我无聊的时候就扶下，你知道吗？哇，你看你果然太胖了，很需要运动啊。They ask you how you are, you just have to say that you're fine when you're not really fine, but you just keep. 这个他们都为你的健康着想。拜托，拜托。摇一下。完了，青的，完了，手机壳。你以为是小塔吗？卖房啊啦！干你得嘞，智商小。这什么？丝袜。哇，好梦哦！这不是啊，是手套啦。没东西耶！哎、欸，完了，你抽到空，有可能是纸哦，不是手机壳。恭喜你空盒子一枚啊、空盒子一枚。它应该没有空盒子吧？怎么知道？明谢惠顾，干嘛想骗哦？手套。哎呀，刚刚是左手，现在是右手嘛。可以啦。你知道有声音，通常都不是手机壳啊。哎、欸、哎、欸，这什么 ？LED 灯。这什么？贴在墙上的那种。LED 灯。感应的吧？这个是感应的吧？哎、欸，不，这是 touch， 它上面有写 touch。它是感应的。哦，真的吗？对，它感应，它按一下会弹。不错啊，可以放在你脑袋里面。太黑了，你明天准时收我彩票吧。是抽8跟9的。好啦，8+9啦。反过来觉得早起没意义。
哇，这个还蛮沉的啦，里面东西蛮重的。那是什么？手机壳。真的吗？有 feel 啊！你们看，是啥小子？对吧？哇，这巨人浩克哎，这浩克哎，很棒啊 ！Avengers 最近当红 ，Marvel 出产，最近正版的。你知道你买正版的一个乐高积木要30000块？对啊。有声又有声音，可能装的比较厚而已。哇，你看 Avengers 哎，哇塞！靠，怎么都是 Marvel 的？看你这个 Marvel 王哎。有声音吗？完了。我觉得今天起床我没意义了。看，是叫你睡觉，不要做梦了啦！你也人人都……哎呦，哇！哎，你看也是训练左手跟右手啊，就同时两只是不是？对啊，好猛哦！好，各位观众，你们都看到了，这是新媒体的百宝盒 ，FB 搜寻得到。看过这部影片，你们在拳击要不要过来？各位观众，如果喜欢我影片，可以在下方的订阅以及喜欢，也记得去按赞我的粉丝啊，还有我哥的 FB， 还有我啊，谢谢。对，还有好辛苦我们摄影师，好，我们下一部影片见，拜拜。好可怜哦。